心旅游，我们要去哪？金门。耶！小飞机。哇，天气很好哎、欸，金门。这次我们在金门入住的民宿是水调歌头，超漂亮的古厝民宿，在金门机场的西南方，一路从桃园路环岛西路一段、西海路二段骑过去，开车和骑车的时间都差不多15分钟左右就到咯。那我们看看骑车的路线，在桃园路上会看到两个金门酒厂的大酒瓶，防疫期间，金门的干洗手都是高粱口味的哎，而且有高粱味。接下来路上会看到很多可爱的小风狮爷，之后会慢慢进入市区。再来左转进入环岛西路一段，顺着这条路骑下去，会到西海路二段。水头聚落，在岔路口看到一个大酒瓶的时候，就知道这里是水头聚落喽。就是水头聚落，水调歌头，水调歌头，好要走哦，走，好。狗狗在睡觉，狗狗不要打扰它。聚落里，水调歌头是金门国家公园整修的古厝民宿。你能想象，我们就住在乾隆、光绪年间保留下来的古厝里吗？超新奇的感觉。而且民宿主人还把每个房间都用苏东坡的词来命名，总共有七个房间：明月、婵娟、琼楼、诸葛、乘风、起舞，还有把酒。哦，干湿分离，很棒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哇哦，阁楼耶！阁楼看起来很舒服。哇，这个高度很可以。还有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最喜欢水调准备的民宿早餐了，每天都超级丰盛。早安。早安。你在干嘛？起床看地图学。我现在很想要期中考。看什么地图学？很难呢。早餐很丰盛，馒头、蛋饼、油条、烧饼、小苹果。哇。不然外面很多小鸟，可能会跑进来吃这些。好，耶、yeah ！水稻歌头，豆豆，很热。对，问我要去哪？今天很热，我要去坑道。我还没问你，我要去坑道避暑。